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在座的除了朱镕基啊，我们齐老还有我们杨康康啊，我们杨大师啊，他是我们诗人啊。那另外我们也非常高兴哈，我们今天我们的长官啊，那个我们领馆处的凤珠啊，凤珠也到场给我们支持加油啊。好，那这个生命轴承哈，这个影像记录的一个活动啊，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啊，开场。那开场的意思是说，我们让我们的林业馆的这个志工啊，他们可以除了解说啊，做一些调查研究之外啊，另外呢就是希望啊，他们也能够利用他们的一些影像的工具啊，来做一些记录。那这是我们这两三年来啊，一直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虽然说他们可能拍出来的东西不像各位在我们今天馆内看到那个电视墙上面拍的那么精致啊，但是呢，我想这都是开始的第一步了啊。所以我们透过三个多月的一个培训之后，那他们现在积极的要完成他们的作品，所以我们会在三月份会有一个影像记录的一个发表啊。那今天这个月呢，就是说他们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一定留下了一些他们的记录，不管是文字或者是图像，或者是他们工作上面所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啊。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文件展。那各位早上呢，就从老街走上来。那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在工作当中，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路线啊。那他们住在那里，但是每天就是会在这个区块里面生活，来为我们台车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做一个见证啊。好，那我话也不多说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这个凤珠我们陈凤珠小姐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啊。好，我们谢谢凤珠，欢迎。